这里都没路了。喂，站稳哦。好，慢点啊。哎，好，踩稳了。妹妹慢点哦。阿姨站稳。你要叫奶奶。笨蛋啊！我真的可以。有，他主要还是勇敢。妹妹，你行不行？不要抓虫啊，会咬你的。哇，你这好多。把它拔出来，下面就是土豆了。土豆是长在土里的，知道吗？你要挖土豆呀？好。这个，我的，人家那你说，我不然后去过去半个星期了。这年没有寒，这年没有寒。今年的雨是比较多哈。是啊。这个寒也比较凉。这个寒也比较凉。今年没有寒吗？黄皮土豆啊。我们这边的一个老品种。对，小沙姜的。这个土豆好小，这个品种是这样子的哈，普遍只有这么大。我们这里有一个吃货，好。你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，那一个反正也是给姐姐。还不去挖土豆？Thank you.
认真办。这里是136斤啊，然后我们已经称过了，装车。这个阿姨也说有一点啊，那也是金瓜的吧？金瓜哇，那个。浩哲爷爷，今天跟爸爸妈妈来收土豆怎么样？好好玩。下次是点下来的先，那给我点下去。今天我们刚刚收了两户阿姨的小土豆。到家了，到家了。然后我们家月月睡着了哈，我爸爸帮我搬一下这个土豆。今天刚刚师傅来了，我们就发一批货出去。喂，我们先把这些能装的哈，就发一下货啊。今天广东的发出去，明天就能够收到。对，就可以做到现挖现发啊。这里是5斤，刚好一箱子。好，赶快来帮忙了，我们今天搞快一点，不然来不及了。因为时间的原因啊，我们就先把这些货先发了，明天再继续发。不行。